虎女郎票选一奶妹夺冠，饮料业者老虎牙子昨天举行虎女郎评选活动，邀来歌手柯有伦现场演唱，参赛者都是阳光型的正妹，各代表一种运动，并将运动融入才艺表演中。很明显吧，她是直排轮女孩，这位跳绳女孩不知怎的把跳绳耍得像皮鞭似的。芭蕾女孩的爵士芭蕾不是盖的。票选的第三名是25岁自行车女孩黄姿玉，她先来一段情境剧，再演唱自创歌曲。我骑着单车翱翔，尽情奔放，尽情奔跑。第二名是24岁的篮球女孩娄廷岑，把篮球融入舞蹈中。第一名是28岁棒球女孩林希雅，自掏腰包找 dancer 伴舞，虽然名为棒球女孩，却仿佛胸怀垒球，32亿傲人上围，也许叫垒球女孩会更适合吧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